你们两个是女力报道里面的 CP， 是我们两个硬要说的话，算时尚玩家的 CP。对，我们啊，我们是金童玉女，所以今天就准备一个默契大考验，考验我们两个对她谁比较了解她。开始挑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朵拉，今天来到了一个豪宅前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我有一个朋友结婚了，他们算是一对新人，今天就要来。直击这个新人，算是一个闹洞房的概念，所以现在我要进去了，直入新人房，走吧。传说中的新房就在这里，我们来突击他们现在有没有在做不该做的事情。Coco， 不能播，不能播了。哦，你什么？我不能播了，干嘛呀？你自己说。不行啊，干嘛啊？哦，你自己说，你刚刚在干嘛？我什么在干嘛？我在发抖啦，很冷，你抖的时候就会晃啊。可以进去看一下你新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探望你们。可以，来，欢迎光临。所有衣服穿好了哈。好了。不是，等一下你先回床上，然后你告诉我你刚才，你们看刚刚在干嘛？不是。我刚刚一开门你在做什么？我刚刚一开门是不是我就是很冷吗？在发抖啊，奇怪。欢迎我们的六楼 CP， 请起床。有穿好，有穿，起床啦！介绍一下你们的新房，很少可以直接。没穿哦。还没穿。他没穿。请问最近的想要聊天吗？你说哪方面？这样问题，除了刚刚我帮他乱下标题，他还要乱下标题。请帮我弄一个超级手动。不是因为他上一次已经说我腰不好了，你现在又问，然后你要说表现得不好，然后又跟腰。不要那么惨，腰还没好啊。对，就表示还是有实力，只是还没有达到那个以前的状态。目前的话还不到太难的腰。嗯。什么叫腰不好？没有瑜伽动作我都会，拱放拱放拱放 ，OK。好，现在你就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你们房间有什么小腰？你们新房是不是很痛？不是，就叫你不要腰不好，就是因为这个两个不能乱搞的起床。不是，可是你说今天很冷啦。你说这里是山上吗？他就是每次只要逮到机会，就是在剧里面弄我。哪有啊？他每哪里你凭我加一大把盐巴，这一定没有录对不对？每次这都被剪掉。他知道我下一个要吃，然后他就回去的时候端出来的时候抹一大坨盐巴呢，然后一咬下去，不要。把你的头发洗剩啊！你们两个是女力报道里面的 CP， 是我们两个硬要说的话，算时尚玩家的 CP。对，我们是金童玉女，所以今天就准备一个默契大考验，考验我们两个对她谁比较了解她。哦，我先投降。有这么难懂吗？好的，开始挑战。好的，杜儿不是讲错了，好的。六儿 CP VS 金童玉女 CP 的正宫大对决默契大考验，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欢迎六儿 CP。评审啊，评审啊，对，我今天的身份就跳出来当评审。对，待会他们答对，我会按铃。我们大家会有场外的声音出题，然后我们两个写在白板上，然后翻板，你答对的人他就对着，比如我答对，他就对着我按那个叮咚钮。哦，好，对，我就是这样子。对。好难哦、喔！好难哦、喔！等一下，自己都不知道我爱吃什么。不要那个字哎！3、2、1，1、2、3，翻牌。啊，他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乱写什么。哇，真的！可是因为我刚刚有在想咖喱饭跟拉面，但是我突然想到大蒜是我最喜欢的，什么东西都会加大蒜。因为他只要在外面吃到任何东西，只要帮他加大蒜，他都吃。哦，对对，大便加大蒜，我都会考虑。可是因为你刚刚有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讲会吃？还真的假的？对，你要讲会吃。没有，我神经病啊！他答对了啦，我最胖的时候到72了。是。你们这样去猜，72，最胖的时候72。然后你看我当完兵，我还最瘦啊。然后现在稍微微复胖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吉祥的数字。请回答。你是不是？那我算你对，不要算他对啊！他都会做人，怎么70？你认真打什么劲啊？应该68啦，但63我觉得对，63最近。76，啊，这不是答案，不是我自己决定吗？喜欢我啊？啊，1比1，70
吃很伤人呢，你不要自己瘦那么多，你就这样子。两公斤而已。对，六算是很会做人了。我提示，三个手指都数得出来。那就是一二三啦，可以一三折一喽。就跟你说的那三个字，哎，不不不不不，你写四，你写四啊，奇怪哎，给你又啊，好了，请进啊，乌蝇啊，三个以内，三个以内，好，一二三。两个啦，哦，可是我们要猜一个，对啊，然后嘞，就还好，好了，零点五还是平手啊，最后一题，双鱼座，那很简单呐、啊，我差一天就会四年过一次啊，这个我知道啦，这个我知道，来，三二三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我连年，可是他连年都对嘞，他是几月几日？你为什么要抢戏？你是不是其实很想要抢镜头？这样就可以 ending 了。你为什么还要冲上底月底？好，你把这四个字讲清楚。底月底日。底月底日。我问你，我只有问底月底日。底月底日。所以他答对了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他说他不能讲，他刚讲年了，他已经说底月底日。他不能讲年哦。他讲单词。对啊，考试题会多写会多错啊。那我自己加一题，你知道我们两个人生日几月几号吗？我只知道你是水瓶座的，你是处女座的。然后我们两个知道，我生日的年都知道。不是你知道他的吗？对啊。我们要有合力啊！七一月十八。加三，对，看吧，务必的一定要有效果的、啊。数额是九月，九月零，是吗？对，好了好了，好会哦，答对了。我当兵进去的那天是几号？我想到，等下我知道你要填的是，我当完兵出来那天是几号？是你粉丝也会知道，我只能知道你，我只知道他们应该都知道，因为他我好像刚出来，我就跟他出外景。不是，我在你进去那一天，你出外景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替准备要剃头了啦。可是我想不起来是哪一天。出来是哪一天好了，出来或进去，答对就算。好啦，一二三，三，三，七，都答。四，这样吗？我到底在答什么？我写十二月是什么？你就是只是想要做活动吧？这一天是我们要去点灯啦，我们要快闪活动啦！宣传吧，对啊，我们要去点灯，大家因为我放了十二天的假。对啊，我忘记进去哪一天，但我知道出来二十三。我记得，我记得没有，我只记得出来，因为我只记得出来，他们讲说，哎，子瑜回来，你要上班了，你要上班了。但是你往前推算十二天，应该是八月十二号。对啊，好耶！所以今天这个。不是，是一个才要惩罚，为什么？惩你个罚！你最好是奖励，惩你个罚。不是，我其实真的没有很。好，等一下你们不要争，都可以了，请走。开了，我们两个刚才开始前还在讲说，其实这个赢的好像也没什么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好了，我帮助我们拍手了。谢谢今天就 LGB 接受我的采访，希望。记得十二月十四号，十二月十四号西门那边点灯。对，但有可能我这个片十二月十四号的时候还不会上。啊，对啊，这是什么时候上？不知道，明年的明年。哇哦，明年女力该不会是春城部曲吧？